外面满大街都是怪物，老爸还出去干嘛呢？喂，为什么这么久啊？外面很危险的。还跟人聊多几句吗？你抽空到谁？谁啊？搞啥那个班主任吗？姓刘的叫李文呢？但我班主任姓李的。高一那个姓李，高三那个姓刘，高二那个姓陈，我记错了吗？对哦，完全没记错啊！啊，答对了都不行。这么多年家长会，他一次没去对过，答对了就有鬼啊！那我们赶紧去找你老爸吧，他肯定很危险。我回房间换个衣服出发吧。换完衣服就马上走啦。嗯，很快的。妈，你还在吗？我一直在啊。好的。干嘛，仔仔？我妈关我房门，从来不会关紧，肯定留一条缝。而且知道我锁门，只会说一句：细路仔锁咩门啊？咩？骂你两句俾人识穿咗条庆信啊！秒嘴秒字咁打翻扯埋你。诶，乖孙，你阿妈咧？这里太危险了，要马上走。东西收好了吗？就好啦，就有好嘢俾你添啊！牛奶跟面包。但还是有破绽啊。我奶奶很喜欢留东西给我吃，但经常留到过期。你的这些全部都是新鲜的。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两天专门在天猫买的吗？我奶奶还会网购，便宜嘛，家里高款呢。佢同我讲话，天猫六一八开始咗啊，快点点这里啊，买东西好抵噶。难道是跨店满减，满300减50，官方出钱补贴，全网低价那个？哎呀哎呀，这个蒙牛的牛奶啊，一箱才30出头，等于一瓶才1.4啊。奶奶，我错怪你了。那我们把这箱牛奶都拿走吧，我爱喝。哎呀，攞住成个箱好重啊嘛，都系下次先。嗯？哎呀，做咩啫？就不够细。只要我喜欢，别说牛奶，一头牛我奶奶都帮我扛起来。